Hello，又是我。这两天应该是有打游戏的就是比挺鱿鱼的时刻，除非你钱很多。特别是喜欢七海的人，除了这款游戏，另外一款 Jump 群星直接也有狗卷跟七海，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要抽，但是他们是不是串通的，两边都出七海耶。这次又来一只我比较想抽的角色，拉拉米七海剑人。这只很特别哦，这次是有送免费券抽的，他应该是送十张的，他活动里面有，对，你要去交换所交换一下就会送你一张，应该最后你可以拿到十张，我现在只拿到六张，不过没差了，马上抽一抽，先单抽六下再说，可能会中。OK。怎么可能？哎呀，可能金色没有，好吧。虽说他妈单抽会比较容易中的，骗我！来了，直接十连，黑闪，拜托你了，之后拜托你了，苦战。彩色干，黑闪热干，不会吧，哎，这个常驻而已，我预期是30抽，现在已经36抽了。黑闪啊，他妈都不出黑闪，你不出黑闪还有什么用？哇，没关系啊，我石头很多，有种你就不要给我中，有种你就让我暴死，他妈的，我不信。哎，干死！是卡片了，哎，这次卡片我记得是增加这个会心率的，干还要歪了，这张是体术的，哎，物理跟魔法攻击都可以用，被动呢，啊干，很麻烦呢，他妈我现在想在这里看，结果看不了，一呢。必中五条老师，哇，我终于都看到五条了，第二次看到五条，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五条是歪了，哎，角色敢有五条，我觉得应该要给我两个吧，结果还是只有一个，我不要加班，帅，七海剑人，这次抽了，这次好像抽了40多抽啊，56抽，不错。那你问我这只值不值得抽，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他的，所以我会抽，强度来说我觉得都可以，都蛮强的，他被动很强耶，之前的纳纳米夜属性的那一只就要七个回合嘛才能有这个什么加班的强化，但是这个呢，他只要战斗开始的时候自己就会回咒力30，以及之后的每个回合再回5点魔力，必杀技条增加220，以及魔法攻击提升30%，很猛耶，他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对敌人造成弱点攻击的时候会回110的必杀技条，这个只能每个回合触发一次，我现在只有丁爷，所以我觉得我要抽一只，我没有领域展开的符黑，所以我只能抽他普攻，他是一个复合型的，所以有物理跟魔法攻击的，然后诶，他魔法攻击是比较突出一点的，6000多，二技能就是对敌人造成近战的体术攻击 175%， 以及魔法攻击 175% 打两下的，哦，比较普通哦，一二技能都比较普通，
大招对敌人造成近战的物理攻击250%，以及魔法攻击250%，总共打三下。最后第四下的就会比较高伤害，打340%，也是物理打340%，魔法攻击打340%的复合攻击。这个是无视敌人的属性的，所以也跟真人一样比较泛用一点了。他还提到第四个回合黑闪一定会诛发，就是这样。虽然你看到他的帕数蛮低的，但是他一定会黑闪，而且无视别人的属性，还有他打那么多下，所以我觉得伤害也应该够的。好，然后最后也提一下他的连魁效果哦，增加攻击而已。OK， 不过这个有四个回合，不错。好了，总之我觉得是习俗性的一只不错的输出角啊。我觉得对他有爱的一定要抽他回来。至于卡片呢，他的体质是加血量、体术跟魔法攻击，主动效果是全体的习俗性增加伤害 25%， 持续三个回合，下一次要用就要六个回合，习俗性全队哦。毕竟现在都不是说你整队都是同一个属性的，所以我觉得泛用性应该不太够。你想想看，你的前排肯定要放校长、七海这些，他们都不是习俗性的，然后你后面可能再会放一只五条，所以说你习俗性没有那么多角色的就不用抽这张。但如果你有你域展开的伏黑，或者是有最原版的丁爷都可以用，就看你多不多习俗性角色了。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需要的，所以我不抽。被动自己彗星发生黑闪的时候，提升自己彗星率 30%， 而且彗星的伤害也会提升 25%， 只是两个回合。诶，这样子看起来蛮契合娜娜米的，但是他这个主动效果有点垃圾，我觉得还是不太需要。 OK， 最后就练到这样子100等。我发现现在的手游都很难练角色，至少跟他上一部的美好世界天差地别。上一款你可能玩几个月已经可以把之后的每一只角色练到满等，都可以练到满等。但是你这一款，我上一次练完这只东堂之后，我这次练七海，你看到我的经验值已经差不多没有了，超难练的。基本上每一只角色都要非常大量的经验，不然你就很难练到上去。我现在又要开始练刷一些素材了，哎，好难练哦。他已经要这个龟强化，然后还要觉醒，觉醒要抽，那没办法。技能方面我现在还足够的，但是我希望囤多一点给之后的五条用。那我技能就3387，我觉得他主要是大绝跟三号技能，马上去打打这次的 boss。 哎呀，他跟我另外一只三星的娜娜米重复了，干，那只好把你换走了。支援卡方面我觉得可以用大人的时间这一张，他也是被动触发彗星的时候全队增加彗星率的，主动是增加自己的伤害 70%， 不错。就这样吧，试试看，跟大家看看他强不强。晴天娃娃这次打的是还是这个是雨天娃娃，怎么跟我想象中不同？有血迹的，哇，好恐怖。他一出来就增加自己 30% 的魔法攻击，跟每个回合增加5点，而且你看他的周率60，超多，好猛哦。哎呀，干，卡片那，啊，也行啊，这张也可以。好，先来这样，校长一定要放的。哇，但是我真的也不能，就算我回的比较多，但是我也不能一直放这招，我还是要开一下这个二技能。哎，黑闪发动咯，然后提升自己的必杀技巧。感觉还是不太够用的这个魔力。
早く済ませました。行くわよ。それじゃおしまいにしようか。では教育の時間だ。このまま払うわよ。さて楽しくなってきた。ここ。 OK、 可以来个大招了。最善の一手を常に。さて行きます。ナナミさん、相手してやる。あとは任せろ。一下搞定吗？干不行。これで上がります。僕の分も頑張って。最后一下黑闪，哇，不错耶，打都打了一半。頼みます。当然。片付けます。準備万端。こっからやっちゃっていいの？就算他要回这个魔力，我觉得还是不太够用。一开始看起来很够用，但是发现他开了一招之后就不太够。不过伤害是有了。你敢打？授業は終わりだ。我觉得他真的要加一个伤害表在这里可以看。我完全不知道我总共打了多少伤害。美好世界都有了，为什么这款没有？不然呢？弄这个不然呢？那么就是这样子了。大家这次会不会抽呢？还是继续蹲？这只是长柱啊，他还是依旧没有讲什么时候放在长柱里面，他只是永远都是那一句。本卡池新登墙的角色以及卡片在之后的常驻卡池会追加预定，但是还是没定好追加的时间。干，一开始以为他这次送免费券，难道这次是限定吗？结果不是。好吧，如果你想抽五条的还是继续蹲吧。那么今天玩到这边，我们下次有缘再见。我是 Link， 拜拜。